说好来拍视频，拍视频。这个来个特写，一个卡口，你看，一个卡口，两个卡口是吧？这卡口它是对着这个收集面的，然后这边要、这个收集面要对着吸线，对着吸线这个位置。行，我们是先选一个嘛，可以选一个，选一个烙铁头。对，然后你放烙铁头这样。把它松掉，下面有个螺丝，对，这个把它松掉啊，你要拿掉是吧，拿掉以后这个卡口对这边，这个线这边，卡口对这边啊，卡口对着外左侧，对，然后就这样要插到底是吧，对，插到底，插到底以后它这个会卡住，然后你转一下转不动，就卡住了，卡住以后要顶，要顶紧啊，顶到最上面，对，然后再拧紧啊，对，就可以了，对，然后前提是你这个到时候更换烙铁头的时候温度一定要关掉啊，要确保安全，你关温度去换的话会烫伤的，行，要关温度，先关温度等它冷掉了再那个再去换，这样这个换烙铁头就这样换，烙铁头就结束了，对。